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要离开台北了。然后我把我的宝贝拖鞋又拿出来了，台湾之光又拿出来了。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宜兰，然后宜兰的话，我们打算去地热公园泡温泉，然后温泉里煮东西吃。早上起来 ，Danny 很早就起床了，几点啊？七点钟起来了？6点多。六点多就起来了，然后他到外面转转转转，居然买回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，买回来这个。面线是吧，买回来然后看我们起床了又给我们热了，我已经吃完了，很好吃，里面有蚵仔煎的是吧？是啊，有，好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哇，还有一堆吃的。现在我们打算东西全部都整理好，准备退房，我们就要往宜兰方向走了啊。这个是一大早带你出门买早饭，就门口有两个观众等着是吗？给我们送过来的，都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这里的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里？我不知道呀，你有问他吗？他给你买了什么早饭吗？也是两夫妻的。两夫妻啊，你有没有问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他说他也是住在附近。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呢？不知道，他站在门口。你看你这个房子你发了吗？我发了。他说不定就知道是谁家呢。这倒也说不定啊。杰西烘焙厨房。那是他自己家做的、啊、他自己家做的哦，牛轧糖啊。牛轧糖，哇，牛轧糖我是真爱吃，谢谢谢谢，感谢，叫啥，杰西卡是吗？哦，杰西卡，感谢杰西卡，感谢。哇，你是南极来的吗？是吗？是什么？我是北极来的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放那个滤镜的，但是已经装在那个盒子没用了是吧？啊，那扔掉了。哇，看看哦，我们四个人这么多的箱子，这么多的行李，哇，我的天哪！他带来的护身符，护身符佛牌都落在这里了，还好又帮你看到啊，真的是什么都丢啊，真的是啊，你把你自己丢了吧。怎么好像是我丢的？你丢东西啊？你刚刚自己说你进去检查，你没有检查到啊？这你怪我了？你挂在衣架上，谁知道啊？你自己说，你说进去检查，我没有看到哎。那我是没看到吗？我就床上、地上都看了一下，都没有吗？都是你的问题。那我们走，出发。那陈老师，你开出来，我再上吧。我帮你看一眼。走。好，上车，走啦！哎呀，前往宜兰。地热公园是吗？对，这个天气，我们这个天气去泡温泉，不要太爽了。就配合我们啊！我看看，我这个手机有没有在后面？哈哈哈哈！哇，永和豆浆哎！过两天要来吃一下。天气预报真的准呐、啊！哇，说好今天要降温，真的降温了。哦，真的好冷啊！现在我要把窗子关起来。阴雨绵绵，前往宜兰泡温泉，哇，还押韵，还爽。这个天泡温泉多带劲啊！我们在这条隧道里已经开了很久了。对，雪山隧道。是雪山隧道啊。你看它地图上面。啊，雪山隧道。真的是雪山吗？对，台北的朋友跟我们说，他说有一条很直很直很长很长的隧道，那应该就这条了。雪山隧道。这条隧道让我想到什么？想到上次我们到往四川去那个二郎山那条长隧道，超长。财神爷啊，财神爷，哇，这么大的财神爷，拜拜拜拜他啊，发财啦已经到宜兰了啦，宜兰这里居然有这么大个财神爷，哇，家门口一棵迎客松哦，居然这家人这么大，哇，他很喜欢种这个，哎，这个他种得好，种得这么好，都很漂亮，哇，其实不单单一棵了，好看。都是
全是白鹭啊，然后这些白鹭很聪明，我们家旁边也都是这样的，只要拖拉机在耕地，白鹭就跟在后面啊，因为它翻起来了，这些小虫子啊什么都出来，它们就可以吃了。我们现在就一路要开往地热公园了，到那边去吃中饭，吃温泉煮饭。但你停停停停，这里在卖葱油饼哎，哇，这么多人，三星，哇，三星葱油饼，啊，这么多人排队啊，哇，你葱油饼就醒了，你这个人他妈一路睡睡睡，我们找地方停，找地方停，先吃葱油饼，再去泡温泉。哇，眼睛一睁就要吃东西啊，太幸福了，是不是？太幸福了，真的好辛苦啊，好辛苦啊，你啊。我这么幸福，这个牌子都这么短，是不是已经贴了十年了？对，牌子都已经斑驳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找地方停吧，慢慢停，慢慢来啊、哦。这里都有人在停了，路边应该能停。哎，这边也是卖葱油饼，但那家生意好，我们就去那家吃了。这边他们有人都是从下面买东西上去煮的。啊、哦，哇，你看大葱，哇哇，雨伞不用拿了吧？雨伞不用了吧？不用吗？不用了。好，我们去买葱油饼了。他们说都要我们来吃三星葱油饼。哎，好像是要的。在下雨。那要不给你，我不下车了。啊，你在车上吧，你在车上吧。那把雨伞哦，哇，我也不要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拿着吧，拿着啊，不要了，我戴帽子好了，这个帽子，哇，你冲锋衣耶，那你在车上等我们啊，好，我们走，吃葱油饼去喽，哇，真的是发了财喽，怎么啦？我眼睛在睡觉嘛，哎，然后丹丹在车上，然后你钥匙给他吧，然后我的睡梦中是。哎呀，停车停车停！葱油饼啊啊，葱油饼啊啊！马上就醒来了是吧？停得好远，走过去。哎哎，你好你好，你们好。你们也来吃？你们去葱油饼吗？你们要去吃葱油饼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去那个溪底煮温泉蛋。哦，我们也要去煮温泉蛋呢、啊。那你们停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来买东西啊，我们要去溪底哦，不是。你们是在上面，我们是在溪里面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哪里。你们这里可以自己买，那上面也有卖的是吗？上面里面也有卖啊。好好好，那我们里面买哦。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啊。我老公拍照一下，带你去找小朋友玩了。还没有来台湾之前，他就在 follow 你。真的、啊，谢谢你。好巧哎、欸！哎，真的是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你老婆整形的时候，他就在看。你也想是吧？来来来，小心车。整形的时候。这路上好多家葱油饼啊，那家其实也还好，也好多人在排队，我们就到人最多的，肯定没错，肯定没错。这里还有卖地热食材的呢，鸡蛋、玉米、地瓜，我刚才看到有卖茭白的，对，买点茭白吃。好多东西刚刚。嗯，我们到那边去买。哇，好多人在哪里排队啊？问一下。啊，就在这里排吗？那就在这里排，等你排着我去看一眼。哦，它还可以里面吃的，我们不用里面吃了，外面吃就可以了。嗯，一片30元加蛋。你好，是在这里排队是吗？对，我在排葱油饼。哎，我也排葱油饼。好，那我就排在这里。一片30元加蛋45，我们肯定要加蛋了。三星葱油饼。葱饼。哎，这是鸭蛋是吗？看你要不要加蛋。这是鸡蛋还是鸭蛋？鸡蛋。哦，鸡蛋啊，这白色的鸡蛋了、啊。好，我们要加蛋呢。是在哪里付钱？是排队排到了再付钱吗？你们有吗？第几个？我们要四个啊，我们四个。好，好。葱油饼。哇。这个闻闻味道就好吃啊，很香很香很香，真的很香很香。我把它先压扁，帮我压得扁一点，我看起来就大一点是吗？对啊。对呀、啊、没错啊，要它压得越扁我们就越大。对，然后要它多切几份，我们吃得饱一点是吧？切4块不够啊，切8份。9份啊，要切。好，我们四个哦，这个是加蛋的，这个有加蛋的，我们都要加蛋了。2个辣，3个辣椒吗？
这家店生意真好啊，这么多人，它里面主要还有什么花生仁汤、杏仁茶，还有什么，还有烟熏猪头皮呢。完了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哦，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不知道哪里排队。哎，那他这个蛋怎么放下去啊？你们是一起的？我们三个是一起的。你要几个？我要六个。哇，他们都买这么多。这个先生后面，这个先生后面。这个紫色的先生后面。是。哎，你好。你是不是在国？对对对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哦，有啊，那里写着。味噌香萝卜的薄肉啊，是排队，他们都是在排这个吗？他们在排薄肉吗？对啊，你要内用就去那边排啊，这个是外带的啊。我们要外带啊。啊，外带你要去排那边的啦、啊。那边是买薄肉，这边是买葱油饼是吗？对。哦，好好好。不一样啊，我们点餐的、啊，像我们点餐就点这个啊。哦，是这样。我们要薄肉要去点一下吗？要吃，他说一定要吃。那么 Danny 去排薄肉，我们再排葱油饼，好不好？你拍我们俩拍。啊、对呀、啊。薄肉的排队在也是带走了，就那里。就那个柜台了，我去问一下，我去问一下，就这里啦，是吗？问一下啊，到对面去一下。哎，薄肉我看到了，那这里写着，对。薄肉在哪里？我们来一份薄肉好吗？带走吗？带走带走。我们有一份300跟你结。300就可以，我们是4个人。就在这里等就好可以了是吗？好，5分钟啊，好。我夹在了。钱在这里付啊。我们要载具要吗？载具是什么东西啊？桶边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，等薄肉哦，它里面还要排队，很香啊。好，我们就这里等是吗？号码94号。哦，这里是84，还有10个，好好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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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还拿一个卡片，你要拿个卡片。好。哦，葱油饼，葱油饼。哦，他把蛋打下去了。真的还好提醒我们。哦，还好提醒我们啊，不然我们错过了薄肉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吃，好吃。哇，直接把这个蛋打下去，然后就把这个饼盖上去，过后就翻过来。我每天开车都看到。啊，你每天开车都看我啊？哇，你多不注意安全啊。哦，这个可以啊。怎么还是84啊？这么久了还是84啊？他还说5分钟。哦，他可能要不出来会。出一下出好多可能，应该是啊，薄肉，哦，猪里脊肉裹粉制作而成，下方为菜杂九层塔、高丽菜、红萝卜丝，哇，这个它是下面有东西垫，上面是肉。哦，这个会配这个葱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笋哎，碧玉笋啊，这是葱嘛？这是葱还是笋啊？是笋啊？啊，配这个肉来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它是炒的，放一盘。单独吃的吗？还是配这个吃的？要现炒。要炒菜的是吗？谢谢谢谢，你想生吃了是吧？啊，哪个啊？什么？这两个都很好吃。这两个也很好吃啊。鸭掌，鸭掌的特色，云南特色。真的？哦，那要的呀，要，肯定要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人呐、啊，我还想再来一个猪头皮，再来一个鸭掌，可以吗？各来一份，也是带走，是直接可以吃的，对吗？对，拆开就能吃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哇，感谢，感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。那现在这边欠缺的啊，我们就带走吃就好了。发财了。哎呀，我刚才远处就看这个烟熏猪头皮是吧？可以，还好跟我们说又忘了呢。很漂亮，盒子很漂亮，这个是我们的脯肉。这个我们再等待一会是吗？
好，会叫我们啊，103，好，103，好好好。你还没排到，不是、啊？我们就又疯狂消费了一把。刚刚看到那边，哎，这个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。对，我真的怀疑是没头鸭。店铺门口那个云来那个，真的很好吃、啊。我们本来一开始的初衷，你就看他们家都在等，肯定好吃。我们的初衷是点四个葱油饼。四个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还在想，是不是一人半个，两个就够了？我当时想。哎，实在忍不住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没办法了。六个，我，蛋吗？要。烟熏猪头皮。哇，他们这边辣酱好哎。你要胡椒还是辣椒？我都要啊，那就都要。都要，做什么选择？不做选择的我们，以后不要这种傻问题来问我。还要我选择，真是。这是我们的吗？对。哦，好。哦，就这么直接抹进去。哇！还有个，好，完成。好，谢谢。接着等猪头皮了。好，烟熏猪头皮啊，你想想，肯定好吃的。可以。我迫不及待了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哎，有公共市场。哦，这个是你的店啊？对啊，我儿子啊。哦、啊？是啊。哇，难怪你只要逛来逛去就可以了，有人干活了。刚当完兵回来，我刚开完刀。哦，所以他来帮你，原来都是你在做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啊。祝你健康啊，健健康康。哎，我来吃了，我来吃了。爸，你看上面涂了这个辣酱。哇，吃吧，一股葱香，好棒，那么好吃啊！是，好假好假，后面再配音啊，帮我。我真好吃，你忍得住的。在旁边用口水啊！你忍不住，你还不拿、啊？对啊，你不叫我吗？好吃啊，真是。嗯。哇，里面你看，全是这个叫三星葱是吧？三星葱油饼啊，对。里面这个葱很香很香。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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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了。哇，这个好吃。好吃啊！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在买。好。这个就是他们这里的葱是吗？对这里的葱特别出名是吧？哦，这葱都是这样的大葱，所以它里面也都是葱，真的一股葱香了。嗯，很好喝。可以啊，谢谢你。好喝。他买了一包什么啊？买了包金桔啊。金桔。哦，金桔，你喉咙痛吧？哦，对啊，我喉咙痛，对。吃东西就不痛了。对。来给我吧。真的很好吃啊，没有白来这个地方。嗯，甘蔗汁。我跟你说，嗯，刚刚，你干嘛？有个老大爷，嗯，然后偷偷到我耳边来说，嗯，我跟你讲啊，嗯，还有一家比这个更好吃、哦。我说在哪里呀、啊？他说胶西邮件局。邮局啊，胶西邮局啊、嗯，旁边好、啊、说每天早上9点比这排着队的人还要长是吗？那我们可以去试试啊。所以他要轻轻的说，怕被老板打是吧？对哎，没有想到我们把他拍下来了，老板到时候到店里要去找他，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在拆？不拆我的台子啊？我严重怀疑是那家的老板派来的，在那商店门口。哦，胶西那家是吧？哎，就这里买一点吧，这里买一点，买一点。嗯，要什么的？温泉里泡泡的。啊，全部都是。哦，全部都是啊。对。那一般什么好吃啊？啊，喜欢白的、黄的、糯米的。玉米是吗？对。蛋也可以泡吗？蛋可以，6-7分就好了。那、啊、6-7分就好了。对。那我们就乱七八糟东西都拿一点呗。那就是那个玉米，你们几个人？哎，茭白可以好吗？茭白可以煮吗？茭白可以煮吗？茭白可以。
好像没有茭白嘛。有有那里有。现加现加。哦，现加哇。现削茭白我要吃了。现削这个可以。茭白。茭白，茭白好。好，糯米的好。好。花生，花生。哦，花生，花生对。那花生好吃哦。十八点可以去煮吗？花生这个是干嘛的？煮花生的。哦，这个是煮花生的，还有专门的东西啊。是要把塑料袋的打开，然后倒进去吗？啊，塑料袋打开倒进去。哦，就是这样，然后。鸡蛋你不放上面。鸡蛋放下面。上面啊。上面啊，鸡蛋放上面。你要吃四颗蛋。要四颗。好，这样倒进去。哦。然后鸡蛋放哪里？哦，就整包的，我们就这样放下去煮就好了，是吗？对呀。哦，这样。你就不要去空笼子。哦，这就简单了，是吗？你就把它绑一绑。七分钟。这么快啊？那温度很高啊，说明那个水很高，是很高，是吗？那好了，拿这个袋子煮这个25到30。啊，等于那个先倒出来，然后再煮这个25到30。那个袋子可以全部煮掉。啊，一直可以用。哦，太好了。不喜欢煮回家就这样。哦，好，我也可以带回家，下次再来用。太省了，来我这边拿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不用太省了。不用太省了啦，这边拿就好了啦。好。200、200、240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可以装什么东西？哦，还有可以浇盐，好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们煮蛋要放哦。就是蛋要下椒盐是吗？哎，沾着吃。这个是胡椒啊？是胡椒盐，这是盐。啊，这是盐，好，胡椒盐就是。对，你们就煮蛋可以沾着吃，你们要去清水地热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随便导航了一个就过去了。哦，对，他是那个。那你也是去吃的？对啊。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好，加点盐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又拿了4颗鸭蛋。哦，还有鸭蛋，鸭蛋好吃，鸭蛋好吃。好了。你们是建村的人哦。我们不是建村人。声音好像。好像，什么叫建村人？外省。外省人。哦，外省人就叫建村人士。我是杭州的。哦。听说过吗？浙江杭州。很像。很像。我爸是广西。哦，广西啊。哦。我们不会讲，也不会听。哦，这样。很像啊。刚才还有那个人说我像北京人。外省。刚才那个说我北京人啊，我说我不是北京啊，他说我指的北京是北京猿人了，我说哦，猿人这样很猿啊。真的。这个是椒盐，这个是普通的盐。啊，椒盐。我也觉得应该椒盐好啊。椒盐好吃。椒盐搭配着一点点。你要两个罐一起吗？对啊，你看两勺椒盐，一勺盐，哦，这样搭配比较好是吧？好，哦，半勺盐，好，对吧？餐餐，啊，一袋不够啊？一袋肯定不够，哦，至少两袋吧。嗯，好，哦，丹妮还在跟他们用艰难的用普通话在跟他们沟通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你还在干嘛？不是，我在想我怎么分辨出来。现在，你一包是加过盐的，一包是没加过的，是吧？你能分辨出来吗？哎呀，随便吃了，肯定分不出来了。哪一包加过盐？我觉得这包加过盐。不是这包，因为这里有盐粉啊。你看，很难分辨不出来，很难分辨，就是很难分辨。我刚刚在找了半天，我哪一包加了盐呢？走。哎呀，小心车子啊！老婆大人，这个是超级好吃啊！我告诉你，超级好吃啊！哦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哇，脯肉啊，还有哦，薄肉，萝卜的薄。薄肉是什么？薄层的薄。薄肉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说这个薄肉一定要到了车上马上吃，马上吃。说马上就要吃，不可以到车上吃。来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这么急吗？对，说出来赶紧吃，不吃完蛋了。对呀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这个葱油饼真好吃。对，还有一个老大爷跟我们说，
还有另外一家更好吃哦。那边派来的吗？直接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你看，薄肉。哇，这个就是薄肉，上面那个是肉，然后是萝卜丸子、肉丸子是吗？不是，他是猪肉里，他为什么要坐在里面了？下都下不来，萝卜要来了，给你一根，给你一根。哇，这个萝卜的薄，是萝卜的薄吧？是萝卜丝饼是吗？对，哇，好香，不是萝卜丝饼，上面的这个是肉，然后下面的这个，刚才我读了一下，观众朋友们应该记得我上面说了，但我已经不记得了。那这个给你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里脊肉啊，这是、这个、就是里脊肉，这个是里脊肉，然后下面的那个它是垫在下面的，每一个都是这么配。它没有酱汁了吗？有盐好像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像有点没有味道呀，是不是没酱汁？有盐，我刚才看到它有包，不要盐，哎呀，被我弄哪里去了？等、不是啊，是这个是是不是这个是地热的？这里面有一包的吧？嗯，刚才好像是有一包。没事没事，不是啊，在上面粘着呢。我粘着啊，粘着，粘着。这个好，它是要蘸的吧？是撒一点，撒一上就上去。我就这么撒一点上去，不要全部都撒在我上面。哇，你要倒上，哇塞！我来一个这个看，我也撒一点。好，哦，还有芝麻在上面，好吃，可以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这个好吃。这个是萝卜丝，哎呀，我就这样撒上去嘛，好了。哎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哦，有椒盐味，有椒盐味上来了是吧？嗯，下面这个是萝卜丝的，给我一个萝卜丝。嗯，我给你换。换。你们吃萝卜丝好了，我吃里脊。啊，萝卜丝好吃。萝卜丝好吃。那萝卜丝都给你们。哇，萝卜丝多好吃。超好吃。我要这样吃。哇。一口。嗯。可以啊。嗯。好吃，撒了盐之后更好吃。强盛租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你车上吃东西。强，我们还你之前，我们会洗干净的。一会儿把你的车弄丢了，一会儿又在你车上吃东西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要感谢一下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啊！啊，感谢一下，感谢一下。快去拍拍他的电话号码。啊，拍电话号码，对对对，啊。啊，这是他们的这个啊，这个的联系方式啊，啊，就这个啊。好，感谢完了，感谢完了。祥云组织是吧？牛牛牛，棒棒棒。对，车子又新又好开。嗯，所有好话都说完是吧？带劲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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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久，什么东西19.99？好久啊，金桔啊。对啊，在美国卖这么贵啊？你自己的时候也要11块多。那你这一袋多少钱？这一袋100台币，差不多不到3块钱。3美金。3美金。美国也是这么多吗？它是有没有更多？是不是一磅啊，或怎么样啊？按磅算的吗？磅吧，可能都没有这么多。还没有这么多啊？没有这么多。哇，那你吃水果，热带水果，你跑到美国吗？是傻？没有啊，我在美国不敢，好像一包一包买啊。你一颗一颗买是吧？几粒买的？真的是几粒几粒买啊？蛮好吃。它可以几粒几粒买的？啊，不可以。不可以啊，真是。啊。家里面那个叔叔啊。啊。公司里面，养那个金桔树嘛。哦，好看嘛。啊，好看嘛。对。我过去就把它拔光。他们的金桔长立的啊。长立。这里是长立的，这一整个都吃完了，等一下还吃得下吗？我们买的那个都是素的，它没有什么荤的东西。对。它好像那个温泉里只能煮素的东西是吧？嗯。对，只能煮素的东西。而且它有专门的一个薄膜纸的，要用那个薄膜纸装着去煮。薄膜纸，银箔，银的纸，这玩意好弄啊！他们专门的一个，这个对嗓子好是吧？啊，那我吃完可以唱歌了。哎呀，掉了，很好吃。